福大之人，往往都不喜欢做这两件事。你有做过吗？生活中那些有福气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征：为人乐观开朗，做事留有余地，遇事敢于承担责任，不抱怨，不气馁。心中有爱的人，他的世界都是变得和蔼可亲；心中有怨的人，就会处处感受到被排挤。 觉得不公平。俗话说：“福祸无门，为人所造。”一个人是否命大福大，完全取决于自己。这些都是自己赢得的。而命大福大的人最忌讳做这两件事，希望你也没做过：一、武断行事，横冲直撞。无论哪个年代，那些顺应时代变化而改变的人。 最长寿，当然，往往改变历史的人都是果敢、不怕牺牲的人。但人在，事情就有转机，否则只能等百年后，也许有幸被人提及。见机行事，并不意味着卑躬屈膝、不讲道德原则，而是在事情发生前，能敏锐洞察到不利于自己，及时抽离。 这样的人往往做人办事不急不躁，不会遇事情绪上头，亦不会横冲直撞，先人一步。正如格言联璧存养类所言：“有才而性缓，定属大才。”真正命大的人，行事缓，说话慢，为人稳，遇事不操之过急，耳听八方，眼观六路。 先找到问题症结，思考应对策略，最后才有动作。很多人面对一件事，第一反应就是先干了再说，不后悔。其实这都是分情况、分时刻。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有一计，谋定而后动”，意思是小事不着急，大事莫慌张，遇事先谋略对策。 而后行动实施，表面上看似缓慢，实则事半功倍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那些命大的人定不会不计后果、不找退路，将自己陷入困境中。二挥霍身体，愁眉苦脸。《礼记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愉色。 有余色者，必有婉容；有福气的人，必定身体健康，面色祥和，红润有气色。这样的人爱惜自己，懂得如何调节情绪。就像张爱玲小说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，年轻时候貌美如花，可是，在婚后因心中有怨，脸上就显现出愁眉苦相。 后来亲人去世，自己一人拉着孩子，可因内心扭曲，竟不希望孩子比自己幸福。最终不仅毁了孩子的前途，还断送了自己。书中曹七巧后期整个人的形象就是骨瘦如柴，面色灰白，眼神狠毒。这样的人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，不爱惜自己。 也不懂如何谅解他人，放过自己。与其说和别人较劲，还不如说在自我摧毁。有人说，三十岁之前的容貌是父母给的，三十岁之后的容貌是自己修来的。深以为然，福气都是自己积攒的。那些有福气的人，总是能说话悦耳，眉眼弯弯。 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造就林黛玉与薛宝钗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的原因，就两个字：性格。一个多愁善感、敏感多疑，一个豁达开朗、独立自主。只有那个开朗的人，面色红润，福气满满，深受大家喜爱。凡是命大福大的人。 定不会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，亦不会为了绿豆大点事为难自己。凡事退一步，开阔天空；凡事进一步，深思熟虑。愿你是那个懂生活、爱自己、福大命大的人。年过五十，别折腾这几件事。人们常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 只要敢于折腾，善于折腾，总会迎来改天换命的机会，人生从此大不同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年过五十了，还在不停折腾，尤其是折腾以下几件事，其实大概率不会带来更多的幸福，极有可能是苦不堪言了。一，别折腾梦想，珍惜已经拥有的。 才能安享晚年。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推行胡服骑射，灭掉中山国，奠定了赵国在北方地区的霸主地位。但令人唏嘘的是，赵武灵王最后的结局竟是活活饿死，而这个祸端起源于他对于梦想和权力的一再折腾。 原来赵武灵王十五岁即位后，一直忙于和各国作战。他担心如果自己遭遇不测，没有人主持朝政大局，因而尚在壮年时就决定将王位传给儿子，实施传帮带，以确保赵国政权平稳过渡。起初，他将王位传给了大儿子赵章，后来因为宠爱另一个妃子。 又改为将王位传给那位妃子所生的儿子赵和，并让辅佐过自己的能臣肥义用心辅佐。三年之后，赵和已经很懂得治国的道理了。但此时赵武灵王想要收回赵和的实权，重新亲掌朝政，而中途被废的赵章因多次随赵武灵王出征，屡立战功。 也在试图东山再起。赵武灵王以在沙丘选看墓地为名，让两个儿子随行。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到了最后关头，这一次赵和赢得了先机。他先是诛杀了赵章及其党羽，接着就是将赵武灵王围困起来，断水断粮食。三个月后，一代雄主被活活饿死。 悲情谢幕。由此可见，年过五十的人要学会审时度势。当客观条件发生巨大的变化，自己心心念念的梦想已经显得很不成熟，或者会带来极大隐患时，放弃比坚守更有价值。毕竟，好好活着，享受当下，才是最安稳、最妥帖的人生。二。 别折腾情感，珍惜不离不弃的爱人，才能维系家庭的幸福。看过一个小视频，身为上市公司的妻子正在狠狠教训儿子，他指责儿子稍有成就就嫌弃糟糠之妻，并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。他说自己不是不知道，事业有成。 魅力满满的丈夫备受很多年轻女性的惦记，也不是不知道丈夫曾有过外心，但每每遇到丈夫的花边新闻，她都假装看不见、听不到，还极力在人前维护着夫妻恩爱的人设。多年的隐忍和坚守，并不是让某一个人幸福，而是让身处这个家庭的人。 都获得了最多的价值。丈夫成为上市公司老总，她自己成为众人羡慕的总裁夫人，而儿子更因此有了显赫的家世和靠山。说到底，感情并不仅仅是一时半会的感觉，而是彼此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后，唯有保持稳定，才能共进退，多收益。 年过五十，是时候和那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了结了。不管是纯粹的爱也好，一时的冲动也罢，都应当学会放下。如同弘一法师说：“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把自己还给自己，把别人还给别人。从此山水一程，再不相逢，愿来生。” 不见不欠不念三，别折腾孩子，学会尊重孩子的想法和主张，才能让后半生少一些羁绊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。我们唯有尊重、祝福和祈祷，我们所爱之人能一生顺遂、平安和幸福。年过五十。 很多人将心思放在了孩子身上，早年忙工作去了，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关注孩子了。带着这种亏欠和愧疚的心理，很多人开始横加干涉孩子的生活。面对即将成年或刚刚成年的孩子，很多父母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得体地退出了。对于孩子的学习， 他们还如同从前一样，有人总是盯着成绩，恨不得自己能代替孩子好好学习。对于孩子的生活，还如同从前一样，揪着某个细节或某个习惯养成不放，还试图用唠叨和责骂。对于孩子的选择，还如同从前一样。 总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过往的经历和经验来判断是否有前途，是否值得搏一把。这种无处不在的替代式做法，看似自己在倾尽全力付出，其实是自我感动，是自私的表现。越是各种折腾，越是让孩子背负上无法承受的爱。 亲情便成为了一种束缚，一个牢笼，不仅无法融洽亲情，反倒让父母与孩子愈发疏离。只有让孩子自己跌过跤、受过伤，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何谓人生，何谓生活。年过五十，知足常乐，不是就此停滞不前，而是放弃无谓的折腾。 用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守护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用不折不扣的付出去爱这个世界，也收获爱的馈赠。如此，便是美好的人生。人到中年，混得好的人会有的特征：一，人生的每个年龄阶段都会遭遇到考试，每个人交卷的答案都各有不同。 王小波说：“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。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，也是人生的新起点。人到中年，压力接踵而来。每个人都想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人生。有的人通过努力熬过苦难的岁月，走向了通往成功的路；有的人……” 仍然走在泥泞路中，活得迷茫而又绝望。人到中年，混得好的人做到了三事：二、事业专一，吃苦耐劳，奋斗力强。人生路上，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工作，都会经历许多的坎坷与磨砺，忍不住想要放弃。如果能够扛住压力，熬过最艰难的时刻。 不断的往前冲，继续挑战未解的难题。不久之后，会发现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坚持才是通向成功的一条路。真正能成功的人，吃过很多苦，受过很多罪，遭受过很多人的白眼与嘲讽，他们甚至也曾陷入过负面情绪中，崩溃过。一个人。 承受的越多，往往得到的就越多。真正成功的人，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，熬过了别人都熬不过的穷日子。他们不曾不放弃，选择了坚持，懂得化压力为动力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勇敢的面对一切。真正能混得好的人，做事专一，并且善于吃苦。 不管人生路上有多难，他始终坚定自己的梦想与目标，一心向前，在岁月里不断超越自我，过上了理想的人生。三，爱护家人，家庭和睦，夫妻感情好。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家庭和睦，夫妻感情很好。居里夫人说。 一家人能够相互密切合作，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幸福。人这一生忙忙碌碌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不管追求什么样的梦想，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变得更加幸福，让家人生活得更加美好。混得好的人，往往懂得忠于婚姻，照顾好孩子和老人。 让家庭越来越温馨。当一个家庭中夫妻相爱，能共同努力奋斗，那么家庭的发展趋势就会越来越好。真正成功的人善于经营家庭，不但珍惜家庭，感恩爱人的多年陪伴，而且还懂得给予妻子温润如玉的爱。 当妻子获得足够多的爱时，他会更加用心照顾家里人，更加用心维护婚姻。如此，男人在拼搏事业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。真正混得好的人，能够照顾好家庭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全避风的港湾。不管倦了、累了，还是受到了怎样的伤害。 都有一个地方栖息，整顿之后可以再次出发。四为人处事得体，知进退。人到中年获得成功的人，往往待人处事很得体，与人相处时会做人，善于处理事物的人，不但赢得人脉，也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。人与人之间拉开差距。 往往是从待人处事的能力中产生的。人到中年，真正有分寸感的人，懂得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该闭口不言，该自己做的事情绝不推卸于他人，不该做的不越雷池一步。做人知进退，保持谦虚恭谨的态度，不炫耀自己取得的成就，也不妄自菲薄。 不管与谁交往，保持不卑不亢、淡定从容，为人处事得体的人，更容易得到他人的青睐，能拥有更多的机会，让自己的人生更上一层楼。一个人做人之进退有分寸感，不让他人为难，便会让人久处不厌。人脉好了，往往在事业上。 会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，会让自己未来的路越来越好走。人到中年，混得好的人，善于多方面经营人生。无量寿经中说道：人于服事，独来独往，独生独死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。人到中年，不要感慨人生磨难重重。 而是应该学习更多的技能，更多的处事技巧，从容不迫的去面对。当你更强大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阻碍都会变弱。人到中年，渴望一个稳定的生活，需要靠自己去经营。做人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，得失随缘，亲疏有度，不让自己搅入更多的是非之中。 不妄议他人的是非对错，让自己有更博大的胸怀，少一些抱怨，多一些努力和勇气。人到中年，少一些狂妄和莽撞，多一些理解和体谅，学着把握好人生的尺度，用更沉稳的态度经营人生，会收获更圆满的结果。当你心烦的时候，就这样安慰自己。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坎坷，人生不会总有顺风顺水，也就会给我们心里留下一道道的伤口。但是每次我们都要吸取经验教训，要懂得挫折是暂时的，挺过去就是新生。也就是说，风雨之后必见彩虹。所以，当你心烦的时候，学会保持冷静，这样安慰自己。 一不是自己的强留无用，人生一切都是注定的，命中有的始终会到来，命中没有的怎么也不会来。有些东西不是自己想要就可以得到的，你越是想得到，越是得不到。你甚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，这样反而会让别人对你更加反感。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尊重，要学会尊重别人的选择和生活习惯。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也不能去抢、去偷、去纠缠别人，不如把心宽放。如果这次没有机会，那就继续等。跟你有缘的东西，始终会找机会再次想要。二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吧。 人生一世，不可能不会被别人说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自己别在意就好了。人生想要该往哪一条路走，该走哪个方向，自己心中有数之后，就不怕被别人干扰了。或许你选择的路、选择的方向会被别人质疑，但别人代替不了你。如果你真的想达到自己的高度。 那就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，自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，相信一定会到达自己的目的。三，学会冷暖自知，别求感同身受。曾听说这样一句话：人生像把刀，就像沉香树一样，把你伤得越深，你才能努感的前行。哪怕心里在流血，你也要用药支助。 坚持下去，明天太阳更大，月亮更美。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会有感同身受，你经历过的一切就要学会冷暖自知，不要逢事都对别人说。有时候别人只是敷衍一下你，然后转身就告诉了别人。就像是三十而已中的钟小琴，她离婚之后跟上司说了这件事情。 还叫上司不要告诉其他同事。然而第二天，公司其他同事都在偷偷的议论住钟小琴离婚这件事。所以知人口面不知心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对人说，因为他们给不了你想要的期待值，甚至还故意捅你一刀。所以人生还是学会沉默吧。四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普希金的那首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写道：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，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人生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，好的、坏的都会成为往事。人活着一定要学会往前看，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情。” 要学会看淡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，要拾起勇气熬过去；遇到遭人拒绝的时候，先别急住失落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反思自己的事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，然后想办法去解决，别垂头丧气。人生应该越挫越勇，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，千万。 不要抱怨，更不要心灰意冷，要从坏情绪里抽身出来，才能争取越多的奋斗时间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人生有悲有喜，有苦有甜。人世间似乎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平稳的，都是起伏不定。只有经受磨难、艰辛、痛苦的人。 才懂得什么是幸福，才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。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，提高趋势判断力。孟子说过：“虽有智慧，不如成事；虽有资金，不如待时。”可是，如何才能顺势呢？想来是有难度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处于逆境之中，或者是机遇来了。 却不能发现。历史学家麦考莱说过一句话：“一个单独的激浪或许会很快平息，但是潮流却永远不会停止。”根据当下的形势、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判断今后的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，能够抓住什么，那就很快会站在风口浪尖了。小运看努力，大运靠趋势。 若是你要改变命运，那就别急着行动，而是先提高自己的趋势判断力，朝着最佳的方向乘势而上。一对事的判断决定你的行动。有的人，在做某件事的时候，会做一份方案，认为一切都和预期的一样；有的人会做两份方案，一份是预期的。 对的，一份应对错误的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做两份方案的人更加靠谱，但也更加麻烦。我们往往会因为嫌弃麻烦，选择了一意孤行。宋仁宗在位时，王宗做三司盐铁副使，专门去河北清理积案。到了河北。 王宗和定州的官员曹伟聊了很多，说到了边疆的一些事情。有一个叫赵元浩的少年，但是唯利是图，还很容易愤怒，没有谁敢招惹他。把本地的马强行卖给外部落，还占有边境的市场。曹伟说：“这个人会带头捣乱边疆，要注意呀、啊。”过了几年。 王宗提拔为枢密使，宋仁宗忽然发问：“河西的赵元昊叛乱情况如何？”王宗愣住了，因为他明知事情有苗头，但是没有跟踪和汇报。顺理成章，他被贬了。俗话说：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” 若是我们放任一件事，那么这件事肯定会越来越大，要么很好，要么很坏，并且都会无法阻挡。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随时要想起蝴蝶效应，把事情放大来看看结果会如何，从而能够提前干扰事情的发展，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引导。安史之乱中。 将军李光弼看到对方的战马常常到河边洗澡，就马上派来一些母马，把战马吸引过河，不用一兵一卒就胜了一局。这就是利用事情的趋势取得成功的例子。在工作中，你若是能判断事情的发展，早一点做好对策，就会在单位冒尖，迅速得到提拔。 磨磨蹭蹭的人很被动，也被上司瞧不起。二对人的判断决定你的人脉。当然，任何一件事要取得成功，还要有人的因素。可是想一想，身边那么多人，谁会成为你的贵人？谁会成为你的敌人呢？毫无悬念，我们主要观察一个人是否善意。 未来是不是有潜力？北宋时有一个知县叫胡泽，做官很清廉，家中也很穷。有一个叫丁卫的读书人去胡泽家讨饭吃，胡泽很热情，还把家里的银杯子送给丁卫当盘缠。若干年之后，丁卫做了宰相，想尽办法提拔胡泽。 一个读书的人，可以理解为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举成名天下。关键看你如何判断。同样，职场上的人、自己的亲戚、偶遇的人都需要你去多番观察，并且从不同的方向发现对方到底要走什么路，大概率会走成功什么路。 跟对人是改变命运的好方法，前提是看对人。若是你看走眼了，反而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可以成为人脉的人有几个特点：一家人都很善良，愿意帮助别人，有靠谱的理想，还有积极行动，读了很多书，气质不错，为人勇敢，并且会承担责任。 没有架子。自古以来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说的就是待人的大道理。结交了一群好心人，那么你就会被抬举到高位，从而命运越来越好。三、对社会的判断决定你的高度。社会变迁无常，也有常。从哲学角度来说，经济基础。 决定上层建筑，若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，那就会翻天覆地了，时代会变革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有一个吴越国在两浙很有威望。北宋建立之后，官员王方志去两浙做调研，毫不犹豫的修改了农业税的标准。 每亩田地原来要交几斗粮食，改成了一斗。当地的人积极拥护王方志，社会不同了。若是还按照错误的老规矩做事，群众的不会答应了。这是做人的格局，也是借助时代进步的力量。曹雪芹说：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 时代变化就像季风一样，吹遍了大地。可是你却纹丝不动，那就不要责怪命运太苦了。春风来了，积极耕种；秋天来了，马上收获。否则，你就做任何事情也是徒劳的。比方说，远古时期，大家以打猎为生，但是这些年要保护山水和动物。 你还要去打猎，不合时宜，还会触犯法律。要是你把社会发展的趋势搞对了，再去决定你的目标，那就有机会走在时代的前列。四，改变命运看起来好难，但无非是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条件。管子《牧民》里说：“不务天时，则财不生。” 不务地利，则仓廪不盈。把周围的人、事情、环境搞清楚了，进行了分析，加上自己努力学习，善于蛰伏，那么春风起的时候，就是命运蓬勃的时候。一个人要把握趋势也不难，关键是细心观察外物，还要敢于内观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 当下是一日三餐，趋势是一生一世。不攀比是一个成年的人的成熟和彻悟人生的痛苦。一半来自欲望，一半来自攀比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有了千钱想万钱，当了皇帝想成仙。欲望一旦变得贪婪，心灵就会永无宁时，得不到就会不择手段。 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，就是心里不平衡。生活是一场羡慕、嫉妒、恨。看看别人的生活，再看看自己，不是自卑，就是嫉妒，甚至是怨恨。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的扔。这世上总有比你强的人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 和比你强的人比，不是自惭形秽，就是低人一等。这世上也从来没有平等过，无论是金钱、地位，还是职业、生活，甚至是身材、容貌，都会存在住差距。如果盲目的去攀比，就是和自己过不去。越是喜欢攀比的人，越是痛苦，越不幸福。 因为自己的心里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，也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，也看不到自己的优点，以及和别人之间真正的差距。学会认识自己，不攀比，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和彻悟。一，你必须承认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。这世上有许多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。 人是分阶层的，这世上的高低贵贱，在你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。有些人，你奋斗了一辈子的高度，也达不到他们生活的起点。仰望别人的生活，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，不是异想天开，就是在梦游。除了羡慕、嫉妒、恨，还有吃不到的葡萄酸和剩下的痛苦和不甘心。 作为个体的人和人之间，更是有着明显的差异。从外貌、身高、体型，以及学历、才华和聪明智慧，只要一比较，就会高下立判。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的，除了本身所具有的能力，还有你的勤奋和努力，包括资源、机会和命运。盲目的攀比毫无意义。 承认别人比自己强，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找出自己的差距，才会缩短与别人的距离，人生才能够学会成长和进步。二，不切实际的攀比，就是太虚荣和浅薄的表现。现实生活中，有许多人比的是物质，比的是吃喝玩乐，看到别人穿名牌、开豪车。 买奢侈品，也想尽一切办法跟风。总之，不能丢了面子，装了面子，丢了里子，实则是打肿了脸充胖子。没有钱也装大爷，就是虚荣心在作怪。生活是自己的，穷有穷的过法，富有富的过法。只想住怎样享受生活，和别人攀比吃喝玩乐。 却不知道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想办法挣更多的钱，永远也比不过别人。一个人的富有是内在精神的富有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思想境界，以及对生活正确的态度，才是人生真正财富。过分的攀比物质上东西，只能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空虚，也是浅薄的表现。 人生要想和别人比，先要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无论物质上的富有，还是精神上的富有，都是从提升自己的能力开始的。虚荣的攀比，只能让自己华而不实，外强中前三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做自己最重要。每一个人或许都不是最好的，但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 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永远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扬长避短才能提升自己。和地位高的人比，你会感到低贱；和富有的人攀比，你会感到自卑；和有才华的人比，你会感到平庸；和漂亮的人攀比。 你会自惭形秽，和工资高的人比，你会嫉妒。无论如何攀比，你也成为不了别人。事实上，别人的生活与你无关。不和别人计较，不和别人过不去，不和别人攀比，才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和彻悟。把自己的优点、长处发挥到极致，把自己做强做大，才是一个人的目标和追求。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无可替代，我们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和富有，但你要明白，我们可以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做自己最重要。四，人生要比就和自己比，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来自于不断完善的自己，来自于对自己思考和反省。 来自于对自己清醒的认知，来自于不懈的努力和坚持。人生是一个雕刻自己的过程，要想遇见最美丽的自己，就要忍受一刀刀的煎熬和痛苦，做好每一件事，走好每一步路。成功来自于坚持，收获来自于努力。人生要比就和自己比。 比一比，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努力？今天比昨天是不是更自律？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进步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人生永远是吃苦在前，方能享受在后。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是辛劳，是汗水，是眼泪。自己不逼自己一把，人生只能在原地踏步。 人生是逼出来的强大，活出来的坚强。你不对自己狠点儿，生活就会让你难堪。打败你的永远是你自己。茶具与其和别人无意义的攀比，不如逼住自己进步。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努力到无能为力，拼搏到感动自己，自己和自己比，人生才会赢。 成年人的生活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，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不攀比，做最好的自己，才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和彻悟。佛说：“你输掉什么，就会赢得什么。”做人太较真，你就输了；让一步，你就赢了。你总是斤斤计较，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 凡事要弄个明白。后来你知道太多，变成了负担。当你懂得退让的时候，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人生不仅仅要勇往直前，关键时候要知道进退自如。做人，小事要糊涂，大事装糊涂，别什么事情都当成天大的事情在做，都觉得很重要。 否则你就失去了方向，变成了团团转。与其纠缠那些陈谷子烂芝麻，不如放手，让一让，前方走路，天地宽，心也变宽了。人生事，除了生死，都是小事。你计较的事情，应该不会比生死更重要。你之所以不幸福，是因为心里有一个疙瘩，总是解不开。 然后就打了一个死结，感觉一辈子都在纠结。什么事情想开了，也就不痛苦了，轻松了。一个人打开了心扉，阳光才可以涌进来，放宽了视野，美丽的景色才可以映入眼帘。心宽的人，路越走越宽，眼界开阔了，格局打开了，你容纳了万物。 也就拥有了世界。好心情的时候，看世界，到处都是风景宜人。一辈子做不完的事情，你总是较真，那是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。要知道，当你走到一座高山的顶峰，再往前走，四面都是下山。人生就像月亮一样，有亏损，有圆满，圆满是短暂。 亏损才是长久的。做事尽力而为，做不到的事情那就别做了；看不透的心那就别看了；想不通的事情就别想了。佛说：你输掉什么，就会赢得什么。当你失去了纠缠不清的烦恼，心灵自然就有了惬意的风景；当你失去了进退两难的爱情，后来也会遇到真爱。 当你放弃了注定得不到的理想，就实现了眼前的小目标。赢了和输了，其实就是得到与失去之间的平衡，从来没有完完全全的界限。如果你一定要计较，往往顾此失彼。人生输了也是赢了，其实都是相对的。当你赢了一件事，但输掉了心情，最后还是输了。 当你输了一件事，但心情好了，不添堵了，最后算是赢了。一个人赢的是一份好心情，输的是过去的烦恼。做人别计较，凡事让三分，退一步是大度从容，让一让是善良积德。心狠嘴恨，赢得了一时间的快乐，失去了一辈子的心态。看不惯一个人。 别急着翻脸，记住这几句话，你就赢了。茫茫人海，千差万别，有的人我们只一眼便欢喜不已，引为同道中人；有的人匆匆一瞥便觉得恶心至极，祈祷再也不见。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，那些令我们看不惯的人，或许成为邻居，成为同事。 或者走到哪里都能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心中嫌厌恶，一不小心就在脸上展露无遗，嘴上也忍不住抱怨和叹气。这种喜怒形于色的做法最容易得罪人。如果看不惯一个人，其实别急着翻脸，记住这几句话，你就赢了：一不争辩。 任其自生自灭，《道德经》中写道：“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，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意思是说，圣人不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所以才能够看得清楚，从不自以为是。 所以才能彰显名声，从不自我夸耀；所以才能够保有功劳，从不自高自大；所以才能够成为领导者。正因为他们从不与人争夺，所以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争得赢他们。当我们看不惯一个人的时候，心中不免升腾起熊熊怒火，唯有克制住了情绪。 才能避免因小失大，遗憾终身。《史记》中记载了淮阴侯韩信在未得志时遭人挑衅，忍受胯下之辱一事。后来，韩信辅佐刘邦登基为太子，自己也被封为楚王。他诏令当年侮辱自己的少年，任命他为中尉，并告诉所有将相：“此壮士也。” 方如我时，我宁不能杀之邪？杀之无名，故任而就于此。正是因为当年的委曲求全，才有了后来的成就。当我们看不惯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如学一学韩信，言行举止皆不争辩，让烂人烂事的把戏自生自灭，让他们挑起的矛盾消散于无形。 才能让自己全身而退，再也不被牵扯其中。二不理睬，做个冷眼旁观者。看过这样一段对话：有人问一位得道的智者，世间有人骂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亲我、见我、误我、骗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智者回答：只是忍他，让他，由他。 避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年少时，我们对自己看不惯的人，总觉得对方时刻对自己充满恶意，言行举止都在针对自己，恨不得能生吞活剥。于是，血气方刚的我们，便在脑海中有了无数个假想敌。 总归是别人说一句，就要狠狠怼回去。别人若是挥一个拳头过来，就算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也毫不犹豫的针锋相对。所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自己活得像个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河豚，总是气鼓鼓的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抓住了把柄，坐实了种种负面标签。 实在是愚蠢至极呀！极致年龄渐长，才懂得放过自己。对于看不惯的人，不看就是；就算被他们恶心到了，也赶紧告诉自己别往心里去。如同杨绛先生所说：“我甘愿当个零，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，我正好能够把瞧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” 当我们安心的做个旁观者，去反思自己对待一个看不惯的人的态度时，才会发现，我们之所以对他人看不惯，其实是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与对方同样的特质，而这些特质正好与我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，是我们极力想要唾弃和排斥的。有了这样的认识。 我们便会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做个更优秀的人，更完美的人。三不发怒，走出自己的节奏。人生成功的道路千万条，属于自己的那一条，只能自己去闯出来。所以，不管身旁的人是快还是慢，能够按照自己节奏前行的人，才能一步一个脚印。 稳稳当当的奔向远方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职场上总会遇到一两个可恶的人，要么是颐指气使的小领导，处处压榨自己的劳动力，抢占劳动成果，还种种设置陷阱，造成人为的升职阻碍；要么是蛮横无理的同事，两个人的工作全盘推卸责任，不干活。 还要不断抢功劳，极力进行排挤。作为一个人微言轻的职场打工人，除了忍辱负重，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展开回击。要么因为力量弱小，无法对他人构成实质性威胁；要么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硬碰硬，碰得头破血流。但凡较量一次。 无异于就是又一次自取其辱，不仅丢了脸面，还乱了阵脚。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资源，也因为战败而毁于一旦。所以，真正厉害的人，对自己看不惯的人，不会主动攻击，也不会被动应战。任何时候，他们都是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千磨万击还坚劲。 正所谓，不理睬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不发怒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当一个人走出了自己的节奏，也就有足够的底气对所有人说不了。接术语，人越是年纪增大，越是能够理解“存在即合理”这句名言的意义了。大千世界。 无奇不有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当我们看不惯一个人的时候，不要一味被他人牵着鼻子走，学会反省自己，改掉那些令我们自己都很讨厌的毛病，不断涵养出大格局。天长日久的积累之后，我们也实现了华丽的转身，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有包容性。 活成无惧无畏的模样，那才是最好的人生呀！面对青春期叛逆的孩子，聪明的父母会告诉他这三点。诗人汪国真在《热爱生命》中写道：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。”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心怀梦想的人一往无前的勇气。 和披荆斩棘的斗志啊！当孩子站在中考的临界点，逐梦重点高中，身为父母都能感受到一种壮怀激烈之感。面对他们的不上进、不在状态，聪明的父母不会任由自己对他们大吼大叫，而是会告诉他们这三点：一，既然选择了拼搏。 就要吃得了当下的苦，经常听父母唠叨，吃不了读书的苦，注定要吃一生的苦。是呀、啊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个好高中，上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从此不用日晒雨淋，高枕无忧呢？ 只是今后是端铁饭碗坐办公室，还是端泥饭碗风里来雨里去，都汇聚成不剩两百天的备战中考了。孩子和重点高中之间还差着一个十分吃苦的距离。老师、父母每天都在不厌其烦的要求，把每一个知识点学懂弄通，把每一次作业当做考试来对待。 也就意味着要全身心投入到读书、背书、做习题、更正习题中去。没有强烈的冲刺意愿，没有不折不扣的执行力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就像每天父母都催促孩子早起，他却迟迟起不来；就像时常在网课之后，孩子忍不住玩几把游戏；就像。 在课余间隙，孩子总想和同学聊点别的，就像在体能训练时，孩子总忍不住想要放弃一样。这些都是吃不得学习的苦的具体表现，让父母揪心，让老师操心，孩子本人也很闹心。但这些都得改，苦过来了，一切也就好起来。二。 既然选择了拼搏，就要矢志不渝往前行。人间的事，从来都是看似寻常最奇绝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将每一个英语单词、每一篇经典课文背得滚瓜烂熟，将每道几何题、物理化学题做到举一反三，都需要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，需要逐个攻破难点。 每每提到这些，孩子都感到无比难过。时常是老师催，妈妈喊，他们却三分钟热度，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这种间接性努力、持续性松懈的学习状态，导致成绩总是无法脱颖而出。告诉孩子，是时候让自己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了。就像当前。 一些地方都在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样，唯有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以顽强毅力和奉献精神，克服抱怨情绪、烦躁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，持续做好核酸检测，将隐匿的病毒捞出来、捞干净，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。 这与那些备战中考何其相似呀、啊！只有在这段上网课最容易放纵自我的日子里，时刻绷紧认真学习这根弦，将每天的学习任务落到实处，才会汇聚起无所不知、无坚不摧的强大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，顺利过关。三，既然选择了拼搏。 就要少说话，多行动。说一千到一万，不如甩开膀子加油干。父母就当孩子选择了为梦想而战，为考上高中而战。所以，告诉孩子，从当下做起，不要厌烦老师的要求，不要拒绝父母的督促，不要放任自己的心不在焉，要有斗志，要有行动。 更要每天有进步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消除一切的不自信、不自律。古往今来，没有谁的成功能一蹴而就，有的是十年磨一剑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数不尽的寒门出贵子的典故，数不尽的一穷二白的人生靠读书而大放异彩，知识改变命运。 这条成功的捷径从未有过改变和褪色。告诉孩子，自己也将竭尽所能，用行动陪伴他走过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，用汗水浇灌智慧，用勤奋成就未来。孩子疏忽之间已到初三，在迈入成年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。未来一切美好的起点就此开始。 谁也不希望跌个跟头，留下遗憾。和孩子一起加油，一起拼，便是为人父母，子女一场，是最美好的记忆。命里出现这一现象，是老天在赐福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每天都是限量版，每天都应该好好的珍惜，每天都应该好好的善待。 每天都应该开开心心的，每天都应该快快乐乐的。不要每天沉浸在痛苦里，不要每天沉浸在不开心里，不要每天沉浸在不快乐里。你要学着释怀，你要学着释然，你要学着坦然。这样你的人生才能够快乐，这样你每一天才过得有意义，这样每一天你才过得充实。 所以，当你的命里出现了每天都开心这一现象，其实就是老天在赐福，别不知道。一每天保持自信、乐观、积极向上。其实，在你的命里，如果你每天很忧郁，如果你每天很忧愁，如果你每天很不开心，如果你每天很不快乐，那你就会特别的痛苦。 那你就会特别的不自信，你总是会怀疑自我，你总是会否定自己，你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。但是你这样，你得不到任何的好处，你的命运又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你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还是放弃吧，去做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情，去做一些令自己快乐的事情。 每天保持自信、乐观、积极向上，你才会发现你的人生有多么的美好，你的人生有多么的憧憬，你的人生有多么的有福气。所以，当你的命里出现了每天保持自信、乐观、积极向上这一现象，你就应该知道那是老天在赐福了。 你保持自信、乐观、积极向上，改变的不仅仅是你的人，更让你由内而外地发生改变，让你由内而外的产生魅力，让你由内而外的散发光芒，这是老天赐予你的福气，一定要惜福呀。二，懂得自我鼓励。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。 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要经历坎坷，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要经历波澜，其实每个人命运都要经历困苦，最后才能够慢慢走向顺的人生。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不懂得自我鼓励，你不知道如何自我鼓励，那最后你可能就会越陷越深。 最后到无法自拔。人活一生命里发生的都是注定该发生的，所以顺其自然，更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懂得自我鼓励。你要肯定自己，你要坚定的你的信念，你要相信你可以的，那你就是可以的，那你就能行。人的命总是不由你，人的命总是天注定。 老天自有安排，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屈服于命运，不要任其发展，一点努力都不去付出，那这样你的人生怎能够顺呢？你的人生哪里来的福气呢？所以一定要懂得自我鼓励，只有自我鼓励，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了，让自己变得开心了，那你命里的福分。 老天自然会赐予你三，让自己天天好心情，成就快乐的自己。如果说你的心情天天是好的，你的心情天天是好心情，那你就是快乐的，那你就是幸福的，那你就是有福气的。但如果说你的心情天天都不好，你的心情天天都不快乐。 那你的福气就没有，你的福气早就被你的不开心、被你的不快乐所吓跑了。命里的福分不是无缘无故来，命里的福分都是有因果。只要你做一个好人，只要你保持一个好心情，那你就会有好运，那你就会有福气。很现实，不由得你不信。所以你每天开开心心的。 快快乐乐的生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老天赐福的时候，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善待。其实人活一生，这一辈子需要你用一双慧眼去发现你命里的福分，不要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不要错过这样的福分。有些福你不去珍惜，也就没有了；有些福你去珍惜。 福分就会属于你。四每天正能量变得更加有力量。其实，在你的命里，你每天都有正能量，那你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。你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，你会迎来属于你的福分。一个有正能量的人，不仅仅能够照亮自己，而且更能够照亮别人；不仅仅能够温暖自己。 而且更能够温暖别人，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，做一个充满力量的人，让他照亮你的人生，让他照亮你的未来。不要每天都是负能量，不要每天都是负面情绪，这样的你只会越来越糟糕，这样的你只会越来越不顺。如果说人活着， 只能够用正能量引领自己走向成功，只能用正能量影响身边的人。为什么不让自己变得正能量呢？人活着三万多天，不必在忧忧郁郁当中度过，不必在郁郁寡欢中度过。你要做的是让自己开心一点，让自己每天快乐一点，做一个正能量的人。 做一个充满力量的人，其实这样的人才会有福气。